主料米饭一碗，火腿肠六个，辅料小西红柿十个，青椒一个。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将青椒和火腿肠切成小段，将火腿肠和青椒串成串，热油后将串好串的火腿肠放入锅中炸，将米饭弄成小兔子状，用紫菜点缀上眼睛和嘴，将小西红柿切成二瓣后炸好的串放在饭盒里就可以开动了。烹饪技巧：做饭拌兔子时，熟了油模具可用微波袋套在手上，摆好形状后放入饭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